热血制造最强频道 passiontimes.hk。其實香港人是現代人，
先至會接落啲機會喎，都係放長假先肯定一萬個嗰啲啊。
即係呢一個仲有啲實際機構認可呢一樣嘢，唔係我係即係家長心目中嘅理想嘅咁樣。其實都係咁樣。喺香港嚟講，偏向就去咁多嘅地方啊。但係如果係譬如韓國嘅話咧，其實韓國係有唔少職業歧視嘅。係。係啦，佢哋捉棋正職咁做。佢哋捉棋係要做表面嘅。哦。係啦，咁當然呢個係要先服氣啦。你有冇？你有冇？因為你本身你對遊戲尊唔尊重，係影響到個小
雪櫃問題啦，因為其實譬如咁講啦，舊年因為打緊個世界賽啦，咁我基於全身骨折，我就下肢嗰邊嘅嗰個 gramming 就錯咗啦。咁其實佢係負責兩個產品線，因為就係佢我知叫做 table top game 啦，即係自己可能轉上嚟嘅。咁另外一個就係佢即係我哋嗰只窗，佢哋而家賣廣告都賣得幾好嗰只有嘢食出嚟，即係嗰只黃皮窗。好簡單，我想你食 Rapper 嗰只窗係嘛？我唔知係有啲吸管之間係 laser 嗰個唔得嘅。唔係，因為我而家咧買咧見到嗰只窗咧係個窗盤擺曬一條條長嘅嗰只子彈咁樣一個圈咁樣圍住，都係射唔射得到？可以孭成排嘢食 Rapper 上身一條射又有。係因為係我最近長嘅窗盤冇認真去睇過，好想整。咁但係因為我先入啦。識識之後有嘅 Facebook 啦，佢會 share 自己工作上面嘅嗰啲宣傳嘅片段啦，或者啲廣告片段啦，類似嗰啲。你睇到咧就係佢擺咗佢嗰個產品線嘅宣傳嘅費用好高，但係廿分鐘相對嚟講係咁其實呢個係一定，呢個係100%反映到呢兩個產品咧佢哋產生利潤嘅方面。係啦，咁其實呢啲即係商業上問題呢樣就好。所以我們說玩具來說多少我們會是我想看到整個整體產品主流，但是遊戲的話相對不是那麼變成你說遊戲要做一些你想做的場上遊戲才是要出口的話，那就可能幾個方式，第一個最簡單的就是直資，當然這個是一個又唔可以入行嘅，咁你話出版呢個遊戲嘅門檻就遠比出不電子遊戲低。嗯，係啦，我其實講緊當成就係健康嘅呢個方向去做嘅時候，就收16萬。16萬。係啦，咁你話16萬係咪好大嘅數目？喺呢個年代。即係幾個人入錢都免費得嘅。係啦，喺呢個年代裏面係咪一個好難負擔嘅數目咧？其實又唔可以話係啦。咁但係即係相對嚟講，我當時就係呢一個發量啦，入啲以前嘅 frame 啦，再加埋啲授權費啊。放棄唔落嘅話，其實係可以都做到嘅，每個措手其少啦，容易係。
朝深圳帶佢上嚟翻學，跟住即刻 stay 咧，坐翻 stay 喺學校等到佢上嚟學上翻去。咁你就喺呢段時間嚟教？其實係學校會提供一啲嘅情人俾佢哋，亦都會準佢哋用學校服務，即係佢哋會參與好多學校嘅工作。咁但係學校都俾一啲咁就出現造就咗我哋有一次咁嘅機會去搞家長。其實我哋都冇諗過有咁嘅機會。咁但係而家我講緊家長，當然佢哋因為學校個環保經理係好成嘅，佢哋本身都係啱好資深嘅家長同埋環保經理嚟嘅。咁社工本身都有。係講家長已經好資深，唔單止個社工，個社工係更資深。咁就都有揾翻嘅底嘅社工嘅方法。咁其實嗰啲嘢要做嘅係應該做好咗㗎啦。我哋而家我哋會幫佢做一啲美容上面嘅，其實係咁會開會印一個試版，同埋印咗試版之後就會去學校個雜誌。咁呢個版本即係會唔會向外發售？我諗睇翻間學校嗰邊咧，其實我唔清楚佢呢個安排啦，因為對內嘅話就係我亦都應該咁講啦，已經有傳媒話佢哋想報讀嘅試版，係啦，咁大家可以密切留意下。咁就但係個具體嘅內容。
為我幾可肯定，如果你有，即係如果係有睇，你即係如果係有睇漫畫多嘅人咧，係一睇就會知道係香港漫畫出嚟嘅產品。咁講下嗰個獨特嘅風格又好易認嘅。係咯係咯，所以就點解我哋會上咗咁嘅遊戲咧？而基於咗咁嘅遊戲嘅時候，我哋就變咗我哋慳喺其他地方就慳唔到，不論係個成本啦，定還是係我哋喺個遊戲時間導致到一啲受眾嘅流失，呢啲我哋就要即係我哋取勝嘅上面，我哋就減咗希望做一啲